是仙，阮翁嘛仙，吵吵闹闹吵袂仙，水是老先生。王强，王强，人都上哪去了？王夫人，有何吩咐？将军去找小月，去了一天一夜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你们不着急呀？就我这老太婆，天不亮我就站这儿等。是老夫人，可是将军命属下留在府里啊。府里有什么事儿啊？大不了一只鸟笼掉下来。还不赶紧带人去找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好好的鸟笼无缘无故会掉下来，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天早就亮了，你昏迷了一夜，啊，醒来就好，醒来就好。你伤得好严重啊！小女，我也有话对你说，不过说了我就不认账。你别记在心里啊。不认账干嘛还说呢？不说我会闷一辈子。老天让我晚生二十年，我绝不会让别人把你带走。心中事，意中人，情难忘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倒是受伤了，他昏迷了一整夜。快送将军回府，我叫大夫。小月姑娘，小月姑娘，小月姑娘，不能再回将军府。将军大叔也是对我好，我也是不能回将军府。夫人容不下我，为了我，一定会闹得全家不得安宁。还真巧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老天爷保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戴罪立功。嘿，是嘿，我没有得罪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不肯放过我？放过你？谁放过我们两个？呀！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放过我！我不会告诉别人你们是相府的人。不说不说，你现在又说了。呀！啊！张大叔，求求我，救救我！你叫吧。现在就是老天爷也救不了你了。哎呦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不管了。哎，你盯我干嘛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别疼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有完没完？
这样，他们怎么砍不到我呢？因为你无跟人相亲红事，所以这是你的福报。你知恩，搁会晓报恩，尤其是搁明白是非啊，所以你才当躲过一劫。小月姑娘，小月，咱得平安啊，咱得好来走。小月，小月姑娘，小月姑娘，我一转头你就不见了，你不能这样不告而别啊！王叔叔，快跟我回将军府啊！小月不回去了。小月姑娘，将军为了出来找你，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是不是应该回去跟老夫人说一声？小月不回去了，小月对不起老夫人，我是偷偷的从府里溜出来的，而且我只会给府里添麻烦，夫人她也容不下我的。将军夫人已经回相国府了。夫人回相府了？小月姑娘，老夫人因为担心你，所以才让将军出来找你。你如果不回去的话，老夫人是不会安心，不会放弃的。想想看，你如果一走了之，对得起他吗？啊，老夫人，还好没伤到内腑，不过失血过多，休养几天，吃几副药就好了。多谢大夫，王强，宋大夫。是，大夫请。您慢走。翠儿，你先退一下。是。小月，你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夫人，都是我的错。是小月不好，害将军大叔受伤了。这我就想不透了。以靖康的身手，三五个人是近不了身的，更别说要伤他了。除非是他不想还手。娘，别怪小月，是孩儿大意疏忽了。你躺着吧，我没问你，我在问小月呢。是你那云哥哥动的手。他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刺伤大将军。就算我不追究，朝廷也要治他的罪的。他不知轻重，他不懂事。老夫人，您尽量治我的罪好了。娘，快让小月起来吧。我儿子在给你求情呢，我就等他这句话。你跪久了我也心疼，起来吧。不，小月该跪，小月应该跪到将军大叔好起来为止。那得跪好几天哦。别傻了，起来吧。你看看，出去几天就瘦了，以后可别再走了啊。老夫人，你那云哥哥刺伤靖康，我可以不追究，那他以后没脸再来找你了吧。娘，我想不会了。啊，那我儿子这一刀还算挨得值得。这个爹昨儿让你好好的去劝劝天云，嘿，你都说了些什么呢？没有了，后来就睡了。啊，睡了？哎，哦哦，那你
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不是很快就当爷爷了啊？哎，丫头，丫头，哎，是不是嘛？是啊是啊，到时候就让他来折腾你，免得你到处盯着我。哎呦，你想吓唬我呀？我被你折腾了20年呢，我都练成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绝不会怕我孙子糟蹋我。哎，不成哎！想到难处了吧？不是啊，我不能让我孙子有个醉鬼的爹呀。田云呢？田云。好，不能这么喝酒了，田云，那会坏了身体。你是怎么回事呢？一个人闷着喝多没意思啊，不如我来陪你喝。你干什么？是丫头，你在干什么？爹啊，你要不就喝酒，你要不就到厨房去帮我看火去。我，爹。是，我不能让咱们屋子里有三个醉鬼吧？是不是啊？看火去。那喝酒。啊，丫头啊，丫头喂，菜好了，出来端菜，咱们准备开饭了，丫头。哎，田云呢？我的你，乖女儿，我没有醉呀，没有醉，没有醉，爹醉了。爹呢是让你们两个给熏醉的，小心小心，不是，哎呀，小心啊，哎，哎呀，快，哎，真是把老头给累死了，我真是，哎呀呀，好，哎呀，到此为止，打明儿开始，你们两个不准碰酒，听见了没有？就这样过下去。只要你别走。小月。你别走。是仙，爱吞我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仙。仙阮翁嘛仙，吵吵闹闹吵袂仙，虽是老先生。心中意，眼中泪，越难圆。染长恨。
将军大叔，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呢？待会吃过药后再睡一会儿吧。你给我换的衣服是不是？这药还太烫了，待会儿再喝好了。是你给我换的衣服。昨儿个夜里，您出了一身的汗，衣衫都湿透了。烧退了，这样子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怎么样，现在伤口还疼不疼？在问你话呢。这些事心仪都从来没给我做过。您没常在家，就算夫人想做也没机会做啊。说的也是。小月，我昨夜里有没有说梦话？没听见呢。骗人。您就算说了也不认账，不等于没说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昨天在溪边我昏迷的时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。后悔吗？将军大叔，小月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就是遇见了你，可是最令人难过的也是遇见了你。说的也是，你把我心里的话一下子都说出来了。我也有同样的想法，只是没有说出来。我这一辈子最幸运和最难过的就是遇见了你呀。吃药吧。你一边吃药一边听我说，是不是该到相府把夫人给接回来了呢？夫人一天不回来，小月一天不安心，毕竟夫人是因为我才回到相府的。小月，不要把一切的罪往自己身上揽。本来就是。是心仪她做了不该做的事。我自问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，但绝对是个是非分明的人。有这么大力气说话，看样子是好多了。娘。老夫人早。烧是退了，小月守了你一宿还真管用。我帮你挑着媳妇儿没错吧？娘。她做了一个媳妇儿该做的事儿，我就说嘛，把你交给小月我就放心了。老夫人，这是一个丫头该做的事，我本来就是府里买来的丫头。你别那儿胡扯了，你是说要靖康把心仪给接回来？老夫人，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这么做？应该。好，心仪给你喝的是什么药？那是后宫的宫女儿怕怀孕出事儿，公公才让他们喝下那种绝子绝孙的药，他能找来给你喝？俺家对不起你啊。老夫人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要他回来可以呀，他有办法找那种药就有办法找解药，要不然他对不起满家，凭什么要他回来？Thank you.
刚才我遇见将军府的厨娘，她说将军昨日带着小月那丫头回府了。把小玉带回去了，还不止这些呢。听说将军受了伤，严不严重？他怎么受伤的？现在呢？哎呦，小姐，你这会儿在人担惊受怕，可是他那头还快乐似神仙呢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才说靖康受伤了吗？受伤是一回事，可是将军趁机把小月那死丫头留在屋里陪了他一夜。小姐，你说这成何体统啊？亲都还没结，他趁你不在就赶不及的带着那死丫头进了你的房，上你的床，还不可能。不可能的，靖康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做这种事的，一定是下人乱胡传，一定是。小姐，你就是心地太善良了，才会让人家吃得死死。昨儿个那个厨娘在将军府待了一夜，她又是炖补又是熬汤的，她可清醒得很呢。不可能，不会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小姐，小姐，干什么？小姐，他们胡说，他不会不要我的。他不会，是你。他不会不要我的，爹，他不会，他不会不要我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相爷，说，一字不漏给我说清楚。我，你起床了，丫头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你们还睡啊？你们啊？听见了没有，丫头？嗯。丫头，听见了没有？起来了。谁要你加好心来着？嗓门比我还大。电影呢？啊？什么呀？他出门去了。所以我才问你啊，他去哪了？哎呦，哎，你没有让我把他弄个绳子拴着，你是他老婆，你都不知道他到哪儿去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哎呦！什么哎呦嘛？哎，真是。小荣。啊。昨夜。是我醉酒错手，我本无意伤你。接下什么什么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啊？这什么？我本无意伤你，无奈上天弄人。做了夫妻却无情义，天云置之有负于你，留下来，只怕日后伤你更深。走了。伤心过后，人有天地，你会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伴侣。天云除了愧疚，只有祝福。我当诚心诚意为你心香祈祝。这小子这首字还真难看啊！他这个戏可以背上上百出，我看这个字他要练练，不然是上不了台面。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，丫头？我是仙，古木马仙，恩恩爱爱人心仙，吵吵闹闹吵袂仙，虽是老先生。
这位乡亲，对不起，烦请暂且回避一下。门将军府老夫人。小月的云哥哥，您就是门老夫人。我听小月说，你才刚成了亲，恭喜你啊！老夫人，实不相瞒，田云和小月曾经有过……我知道你们有过约定。是，可是。可是你却另娶他人了。不，千云是说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你甭觉得对不起小月，姻缘这种事儿啊，勉强不来的。小月不会怪你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，小月？是，小月现在只有祝福云哥哥，跟小柔。小月，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吗？这真的是你心里的话？小月是个识大体的姑娘，她说不怪你，就是不怪你了。别那儿跪着了，起来吧，小月。小月，哎，你想干什么？出去吧。神明在上，老身。门里事，特来拜谢上天，庇佑我儿靖康和小月。经过那些波折，终于又在一块儿了。我儿靖康，在战场上统帅千军，功在朝廷，却为了小月，挨了人家一刀，连我这做娘的。看了都不忍，他为小月付出太多了。不过这也值得。小月侍奉我儿，彻夜守候，衣不解带，更是情深意重啊。就请神明保佑这对多情儿女早成眷属。小月，土地公公，土地婆婆，小月现在别无所求，只希望能够一心一意照顾老夫人一辈子。祝老夫人福寿康泰。
你的孝心，神明都听见了。你一定是一个又孝顺又贤惠的好媳妇儿。我是仙，父母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仙。小月，来之前我就求过土地公，若是上天注定你我有缘，就让我们再见面。现在我们果然又见面了。云哥哥，赵天云，你真是不知好歹，你太过分了。少年人这冲动，啊，不怪老先生这两个。我跟你好好说，你听不懂啥？我是看在小月份上，不责怪你。你伤害了大将军，你知道该当何罪吗？不知道羞愧，还来纠缠小月。我，老夫人，您别生气。云哥哥自小被卖到戏班子里，他不知轻重的。戏班子学唱戏，戏本里教的都是忠孝节义，谁教他拿着刀乱杀人了？真是无法无天。老夫人，杀伤门将军，我知道是我不对。知道错就回去好好悔改。好好陪着你新娘子，咱们走。小月，小月，我要听你一句话，一句话。你当真把我们的感情弃之不顾？是。你是心甘情愿要嫁给门将军？是。都听清楚了。该死心了。这个少年人看起来是永远没死心，但是看得出来讲，伊的心已经碎了了。啊，家己若想不开、看不破吼，会痛苦一世人。咱们走。小月，小月，你好狠呀！我就知道你想做将军夫人，我会为你死，我会为你死的，少爷，少爷，别听他的，回去我就跟你们挑个好日子成亲，啊，他不会死，哪有要死的人直嚷嚷给人家听的。少爷，少爷，你不会对我这么狠心，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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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休息啊！爹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也不要女儿了？女儿啊，今儿个如果能用爹的名望、地位、财富来换取你的幸福，爹就是去做乞丐都愿意。爹现在什么都不会不要了。不能够不要你呀，你知道的吗？啊，我知道，我待金刚也是这样的心意，可是他就是不知道，他是不是挺笨的？女儿，你要坚强啊，不能出什么事啊，否则就如了他们的意。可伤了爹的心啊！真奇怪，昨夜娘也是这么对我说的。你梦见你娘了？她说什么？她跟我说，她叫我不要指望爹，爹只问公事，
不管家事，一心只想当官，毫无亲情可言。爹不是这样的啊。娘还说，他就是因为这样，才会忧郁而终，早早离开我们。他还叫女儿跟他一块去。不行，千万不行啊！女儿，爹对不起你啊，不能够再对不起你啊。可是女儿，就听到你说，没看到你做。我说女儿啊，爹去过将军府，跟那个老太婆也吵了，可是他只护着那个丫头，我能拿他怎么办呢？你能把他给杀了吗？这爹也没辙啊。我就不相信这世上没人能治得了他。爹，你是相国，也拿他没辙。到皇上那儿，皇上能管得了他吧？这点小事怎能惊动皇上呢？对女儿来说，这可不是小事。诸位爹，你要亲眼看女儿死，好，那女儿就一声不响的在这等死。女儿啊，见皇上可是非同小可。好，为了我女儿，老夫就拼了这相国不做，也要为女儿争这口气。我是仙，父母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仙。我是仙，阮翁嘛仙，吵吵闹闹吵袂仙，虽是老先生。老夫人，请您过目，这历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这个月有五天黄道吉日。宜婚配，宜祭祀，还宜大兴土木。嗯，好，天顺人意，人从天意。小翠儿，老夫人，这点小事。喜事，拿着吧。啊，多谢老夫人，多谢老夫人。恭喜大将军。你看。这个月有五天都是好日子，我看越快越好，免得夜长梦多，好事多磨。娘，需要这么急吗？不急，我还要等多久？我等十年了，我还能活多久？娘福寿康平，如松柏长青。哼，那除非没人跟我怄气，都顺着我的意，我才愿意活那么久。娘，孩儿的意思是，这事要不要问问小月，她是不是愿意？我做什么事都要问东问西，我自个儿就做不了主。儿子，你带兵打仗都是勇往直前，怎么这感情的事你就这么优柔寡断，顾虑那么多干嘛呀？孩儿情愿带兵去打仗，这不一样啊。你担心小月她不愿意？他要是不愿意，他会对你这么好？你受伤，他一路护着你，回来整夜不睡的伺候着你，心仪没做的他都做到了。还有今儿个我在土地庙，他当着我的面亲口跟那个赵天云说，他甘心情愿地嫁给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这是老夫人喝的莲子汤，叫我端一碗来给你。哦，老夫人对谁都没有比对你好了，她请来了叶半仙，把成亲的日子选好了，正在跟将军商量呢。小月，这么好的事情有什么好难过的呢？小月，你在想什么啊？
我以后就不能再叫你小月了，要改称您二夫人。我不要做什么二夫人，你还是叫我小月，你永远叫我小月，你懂吗？没有人，没有人了解我，我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，我从来就没有痴心妄想。江春来了，江春，你先下去。是。小月，我不是有意听到的，你刚才说，你从来没有痴心妄想，是指什么？